Hello，大家，今天我们要打开 Mario Power Pack 跟马飞的，这个生日礼物，下面一个，好像，这是乐乐，我们先把 Mario Power Pack 小的打开，大的等一下再开。打开这个猫咪，我拿 Little Mario，我开去试试看吗？始 Mario 被挂上了，被挂上了。好，下下来。这是青虫，这是 Bramble。It's running out of batteries, Daddy. 所以我们要开屏了，拜拜。先放。我去给我忘记这。鸡。我去那里玩。乐哥来，乐哥来，乐哥去那里玩。因为当当那个。我们拼好了。没有，你要跟如果你踩这个，它一直摇来摇去，这是 Bramble。然后你要踩这个。可是无论你这样子，你要拿到那个 Super Star 才可以把它打死。看，看这有这个声音。嗯。打喽。然后无论它可以把它飞出去，然后你按这个，你就一直踩。到了，打击。这个 Super Mario Bros 就是把那要一直翻来翻去的。Juice，是把那这样子。I'm a tire. 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悠悠，我今天要开箱，我要开 Lego Mario Bowser's Castle 生日礼物。你几岁啦？我8岁了。耶！就开始吧。这只有1010片，1010片，很多片，很多片，不知道拼多久哎。不知道。你去拿剪刀。我觉得我自己要拼很久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有很多片。有很多片吗？好多包哦。有1000多片啊，当然很多包。好酷，但是拼完看起来会看起来怎样？拼完的样子。拼完的样子，就是那个鬼。我觉得你看他，你可以。你会怎样？你可以 go through him。我觉得你没有再看他，他一直追你。哦。
现在煮完了，看一下。Not exactly. 又倒了。Keeps falling. 那是因为我们的地毯啊。完成的样子。哦。不客气，小伙，和他守大门。弟弟现在去拿玛丽哦，开始进攻魔法城堡。拜拜。你不行踩鬼，踩鬼就通常都死翘翘啦，或变小啊，一次变小，两次死掉，你忘记吗？我在跳，一下，那也看不到他们，你太远了，那怎么打爆这嘞？要不然踢。踩他就pull that back in. Yeah. 好吧，踢他。Oh, nobody shall defeat Bowser. 他要跳。Like a Mario defeat. 要这样子，这样子。你要不要动？要要跳。要这样子才得跳。这样子才得跳，好久。就可以拿这两个，好好钱。You shall not escape me. Stomp. I'm back. And I come back. Okay. I can come back. He has come back. I hate you. 他是 Bone 啊 ，He can remake. 帮我吧。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